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D 是中线的，然后呢 ，BE 哈也是中线的，哦，就是三角形的两条中线。那因为我们晓得哈，三角形的三中线会交一点嘛，所以这个哈也是中线的，也就是说 CF 哈它也是中线，啊交点 G 就是中线。好，他问哪一个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看 A 选项。A 选项他说 G 是重心，这个对了。再看呢 ，B 他说 CF 哈是中线，这也是对的。再看呢 ，C 选项 ，C 选项他说 AG 啊，他比上这个 DG， 他会等于 BG， 比上这个 EG， 他会等于这个 CG。哦 ，CG， 它比上这个 MG， 它等于3:1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 ，AG 比 DG， 这个比这个哈是2:1啊，所以这样就错了。那会不会等于 BG 比 EG？ 哦 ，BG 比 EG， 这也是2:1啊，啊这也是2:1嘛，前面这个是对的，后面这个就错了，应该是2:1才对。哦，应该要2:1才对了，所以 C 选项是错的。哦 ，C 选项是错的。再我们看呢 ，D 选项。哦 ，D 选项的话，它是说哈，三角形 ACG 的面积，哦，这个 ACG 啊 ，ACG 哦，就这块面积哈，这块面积就全部的1/3了，会等于 BCG 啊 ，BGC。BGC 也是啦，这个也是全部的1/3，它会等于三角形 AGB，AGB 也是全部的1/3啦，所以 D 选项这是对的，它要选错的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C。